起立。2015年10月3日上午10时，开庭审理原告丁雪诉被告许光明要求变更离婚协议内容一案。原告未按时到庭，本院将查明原告未到庭之缘由。如有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，本院将延期审理。如无正当理由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9条之规定，本案按原告撤诉处理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丁雪为什么没来啊？妈，你也知道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如果说他无故缺席，就会按撤诉办的。是的，所以你赢了。妈，如果说您不甘心的话，您可以现在再去找法官，您去给他说明丁雪为什么迟到，或许可以改成延期开庭。没必要。我来找你，我想当面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说，你们两个离婚了，这个孩子那可是最无辜的，别让孩子受委屈。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但是你放心吧，婷婷不过是个6岁的孩子，我相信不会对她产生太大影响。我知道我们离婚他会非常难过，会想不通。但是我会力所能及的拿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陪他，陪他度过这段时间。再加上我爸我妈也都非常喜欢孩子，婷婷是他们的亲孙女，他们也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你爸爸妈妈老了，我们都老了，我们不可能陪你女儿一辈子的。再说了，我今天找你不仅仅是这个意思。那您什么意思？婷婷抚养权的问题，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不用考虑了，婷婷必须跟着我。如果你再结婚了，如果你再有孩子，那婷婷怎么办呢？妈，说来说去，您还是不相信我。我明白了，今天丁雪刻意回避，就是想让您来找我说这事儿，是吧？你错了。告诉你，许光明，此时此刻，不要把我当成丁雪的母亲。我是原告的代理人，那是我的意思。我就问你，婷婷怎么办？妈，那我究竟怎么向您保证您才愿意相信我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从我们俩开始闹离婚以来，我什么事情不是站在婷婷角度考虑？我什么时候想过把您和婷婷分开？可是婷婷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您不光瞒着我，您让我怎么放心？我告诉你，法院也不可能再把婷婷判给丁雪。总之，我不想跟您再说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就是想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必须得考虑婷婷。妈。
妈，您千万别生气。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您对我好，您是个好人。要不这样吧，至于这个抚养权的问题，无论如何咱们都等婷婷好了，等她出来院以后，我们再协商好吗？ 需不需要咱们的舞蹈演员跟过去啊？不用，人家要的是高格调，不是那些庸俗的玩意儿。那丁雪能去吗？反正我昨天已经跟他说了，但是他没吱声，我再去问问吧。他够呛。 小曼啊，我不在家，我们家你就多费心照顾一下好吗？谢谢你啊。嗯，好，再见。雨姐，想女儿了。你想她了，可以直接跟你妈妈打电话嘛。那行，啊，你随便啊，你什么时候想回去，我就送你回去。对了。 那个昨天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？嗨，不是当地那个富豪的孙女过生日吗？然后想请你过去唱几首歌助助兴。他刚才又打电话问了。没关系啊，你要是不想去啊，我就给回了。我去吧。真的？那可是真正的堂会啊。没关系。 反正在哪儿唱都是唱嘛。这就对了，丁雪，你这么想就太对了。那什么，那你上车，我送你回去收拾东西啊。走走。妈。 走，咱们上车。不用，我们叫车了。妈，我的意思是，我送你们回去。不用，真的，光明，我们已经叫车了。妈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知道您的心思，所以让婷婷先跟您回去住两天，我就是想把你们送回去。 婷婷，来，姥姥一直带着你，她很辛苦，所以你先跟姥姥回去住两天，好不好？但是你要听姥姥话，跟爸爸说再见。爸爸再见，走吧。 妈。
妈知道你一直带着婷婷很辛苦，所以他们想专门请您吃顿饭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嗯，可以。那明天我来接你们。好吧。光明这个人呐、啊，还是蛮讲道理的。哎，刚才我正担心他不让你把婷婷接走。他们结婚快十年了，这个孩子倒是一直很尊重我，这点上我很安慰的。真是不错。阿姨，你们回来啦！哟，这是搬过来了吧？对啊，今天刚入住。婷婷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妈妈的同事小妈阿姨啊。婷婷，叫小妈阿姨好啊。阿姨好。婷婷真乖。阿姨，她能听见啦？她听得见，她现在有助听器。太好了。那你忙吧，我们先回去啊。哎，好，改天过来吃饭。行，好。缺什么来拿啊。哎。